天母在恁定情的所在咧等你啦，有话要甲你讲。啊，你哦，免敲电话天母啦，见面你就知影。雅芳在恁定情的所在等你，有话要甲你讲。你免靠雅芳，见面就知影。雅芳主动约我，哪会阁看无人啦？这无亲像伊啊！啊！讲雅芳是要甲我讲什么绝情的话，爱唔敢直接甲我讲，才会叫暗通知我。公伯啊，天公伯啊，拜托你，给我甲雅芳一摆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拜托，拜托。喂，吴老师，你讲水泉怎？恁爸爸已经挂过去啊？好好好，我随过。雅芳，你要到位了无？啊，你不是讲有话要跟我讲？我今晚要去找全全，还有郑楠，以后再讲讲。这真正不是全全，还唔对呢吼？我知影，所以我冇出怀疑。全全这个囡仔真正就把代志，伊看我甲郑楠为冤家到离婚，伊一路安尼陪我，伫我上艰苦的时阵，佫安慰我，所以我一直唔知影伊有承受这么大压力。而且妈妈，我都无发现是我失职，这真正不是你也唔对。啊，全全这个囡仔本来就是体贴啊，真大心，唉，真得力啦。啊，对别人拢安尼笑面啊笑面，啊，家己目屎咧不来吞。这囡仔吼，真叫人就唔堪的。你还够细汉。原本就无应该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还给我压力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。我会甲郑楠看是要怎好好处理，去甲伊好好开化一下。唉，迄婚姻若是无处理吼，影响上大，总是囡仔。啊，哎，嘿，对啦，迄啰。你今日去学校是一个人去处理全全的代志哦？对啊，安怎样？你无甲天文见着面？你哪会知影我原本要甲天文见面？哦，伊都等袂着你，啊，就卡来问我呀。伊啥时候来问我？煞来问你。我恁老母的，啊！伊问我有啥唔对啦？啊！我要煮饭转来，你无富用吼，肯定会讲讲一下。听我，歹势，我今日临时有代志，咱两工才够用。听我，歹势，今仔日临时有代志。咱另工才阁约。
芳穿一手给你回信的，那真好啊！你紧啊，紧打电话回，还约着时间见面啊！哎呀，妈，你一点啊拢无了解走人的心思呢？你是不是走人啊？迄一看吼，就知影亚芳姐姐你应付够啦，这袂像那网络交友的啦。对我跟你讲，啊，我现在辛苦啊，迄个表示讲伊对你无意思嘛，叫你卖高高甜。是你乌白讲啥啦？我来讲啦，那照妈妈的个性吼，假使我若无介意这查甫人，我连互伊跟我讲话机会我都袂互伊啦。啊，亚芳跟我同款啦，伊是有话直讲的人啦。唔是迄种啊，当阮世界的个性啊，你知无？哎呀，我嘛真介意亚芳姐啊。啊，不过咱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吼，亚芳姐咧性格够放散，即卖啦，佮传这简讯又够见面，啊，佮吼心内迄拍希望爱的火，佮已经化去啊嘛。啊，即卖亚芳姐哦，佮佮点一个发落，啊，最后咧。伊阁讲哦，要去找因金安，要去找全全，啊，才甲哥吼放昏鸟啦。这根本哦，就是你甲哥装笑的嘛。亚芳姐安尼哦，真正是软土青棍啦，甲哥的面底皮哦，放个涂骹，打打打啦，哎，打死啊啦！替亚芳要听阮出来讲话人是千万的，千万这代志不能白扛哦。亚芳绝对不是种人啦，听闻。啊？嗯。哎，无啊。哎，你哪会知影？啊？啊，好好好。你拢卖吵。啊，一条简讯，两种解释，阁完全无同款。哇，无你讲啊？你有啥物想法嘛？啊？阿婆。我爱跟你说多少呢？因为听到你嘴内底讲的亚芳哦，我想起来，我当初杀掉伊的感觉。亚芳这个人哦，真单纯，真直接，真有热情，真有爱心，还佫真有正义感。我当初哦，就是因为安尼才杀掉伊。我真正介意亚芳啦，所以讲哦，我愿意为伊付出一切。哦，可能是我太过认真了啦。我愈想要对亚芳好，就愈对家己无信心。我看到全全甲正南因爸仔囝遐尼好，我就愈感觉家己比袂过因。亚芳若是知影我会安尼想，一定会感觉我真软弱。哪里甲气皮摕出来？拄到问题爱去面对，袂去躲避啊！好。我有气魄，好，哥，既然哦，你已经下定决心啊啦，那呢哦，我百分之百支持你。刷落来要安怎做呢？我找几个啊少年啊吼，甲亚芳姐怎样拖在巷仔底，然后甲干爆地啦。先不要。这是我跟亚芳之间的问题，阮家己解决就好啊啦。我着爱哦，把以前杀掉亚芳迄个苦田，阮甲找转来。我有答应过亚芳哦，我会想出365种的方法，让伊天天开心点。那是做会到哦，亚芳一定感觉真感动。到迄个时阵哦，就算讲是张振南，嘛毋是我的对手啦。Very good。OK。Go。你讲我实在，我太感动啊！我拢想要嫁予你啊！好，听闻，快点，打电话亚芳，赶紧约出来。好。实在就歹势，其实我只出去旅游会啊。我保证明仔载一定会甲你同学回信的。不过，就是我拄仔讲的，我实在唔甘你啊！我听着因讲的话，我一百火就起来。啊，你听着因讲的话，敢袂生气？
会啊，不过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爸爸，你较早外遇的时阵，新闻闹到这么大，我去学校，同学拢会甲我笑，我早就惯习。是袂啦，因为爸爸的唔就害你受气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知影你已经尽力去弥补，我已经无失去啊。我今麦烦恼的是妈妈，伊甲天叔叔分手已经无好过啊，佫要烦恼我。啊，唔是，是烦恼你。你妈妈甲秋天分手？你真正唔知影？什么时阵的代志？我嘛唔是真清楚呢。不是我去找天恩叔叔的时阵，伊甲我讲的。我嘛唔是真了解天恩叔叔的意思。伊讲，爸爸你才是上适合妈妈的。啊？是不是你做什么代志，我秋天误会，我阁想要甲你妈妈就回来？我才无咧，我甲天恩叔叔拍球的时阵，我拢鼓励伊去追求妈妈啊。王国胜，啊，恁爸仔兄啊，即摆是讲了安怎？阿妈安顿，你要煮好啊，先去食。Hello， 恁两个若是想要打 pass， 嘛小尊重一下，我着徛伫遮，我是看了清清楚楚的哦。亚芳，阿妈煮的菜足好食的，你敢卖找一天约天恩过来做伙食饭，安尼你欢喜，阿天恩嘛会欢喜。你哪会形容讲着伊？啊，妈妈，啊，你甲天恩叔叔分手，哪会拢无甲我讲？是因为我的问题吗？你，张正南，是你甲全全讲的对无？敢袂用讲，全全嘛有权利知影遮个代志啊！啊，大人感情的代志，你牵连着囡仔要创啥？你看啦，你即摆害全全，你为讲是伊造成的。全全，你莫怪家己，这是妈妈家己的决定，甲你无关系。啊，不过你为虾米甲天叔叔分手？囡仔。姑太太，阿妈，哎，哎呦，心肝酸疼啊！哎呀，阿叔伯，加重一点，哎呦，心肝，哎呀，啊？天恩甲亚芳点解无记着面？即个我直接帮因选地点约会，地址是。阿嬤，你跟秀慧阿嬤要幫媽媽還有天恩叔叔復合喔？啊，就你囡仔人唔免了解遮濟啦。欸，你們寫功課，去去，嘿，你去，哦，等下吼。